因为我们之前认识，然后他有帮我就是编过舞，然后有教过我、他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，就是从舞者开始的时候我就有关注过他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喜欢他跳舞时候的那种感觉还有控制力，对。谢谢陈老师。Now watch the choreography. 最年轻的姿态，最高的盛典，我就是那个少年啊，用双翼撑开闪电，最深的夜晚，用思念铸就取暖啊，我的名字叫少年。让夜盛开的双肩膀，是壮烈的双眼，我是纯爱的少年手，风行的雨蓝天，我是渺小的未知，也是宇宙的孩子，别害怕，惩罚